今天要来去找找韭菜车里面的智慧汤。高雄以前有一个高山第二市场，这间好口味智慧汤，听说就是以前高山第二市场里面的其中一间。你有啥较好，帮推荐一下。我们每一样都很好吃的。每一样都很好吃的。台南人来这边吃，吃然后搬回去，哪一件事就搬回家。有没有特别推荐哪一样？你有没有要特别推荐哪一样？不知道吧？中头肠我就全部都无，骨骨啦，骨西头、大肠、小肠有淋的对。哦，这大大行淋就对了啦。哦。料汤。料汤。料汤。哦，我应该这么讲话啦，哦。这口音一听就知影是越南的外籍新娘。伊讲伊的骨拉汤袂歹呢。汤大碗就是全部都有。全部都有。大碗的话就是没有骨拉跟菜心碎。好，那就大碗的。大碗总和汤嘛，对不对？炒米粉呢、啊，好不好？一个炒米粉，大的一个炒面，小的，好不好？炒米粉和炒面都小，中肉两豆腐皮，还是切切中两米粉，大肠头毛。好，安尼你大肠头加肉两，切掉。大肠头加肉，番薯条啊！哦，即马现代人做个古早时代，我拢是田边伫遐捡的。这番薯条无好，侪人煮的。即马大家最爱食这种的吼。是啊，这很好吃的。啊？好食的菜。好食的菜吼。嗯。古早是啥物？我会记番薯条，古早毋是猪仔咧食的吗？即马拢大人咧，即马拢人咧吃来，看。食一个物件，唔通多食。唔通多食着。欠起来。老实讲，台湾的小姐拢爱靠着即个新的移民，才有法度维持落去。高雄天气真热，爱拢穿甲真清凉。用餐的环境阁算清气啦。这是小菜部分，是卤蛋加条大肠头。这是因的大肠头，这是炒面，啊，这是炒米粉。好，有迄个菜头、鱼花，啊，这是榨菜、点菜，跟小肠，啊，佮有猪皮。这是花莲哟，而且，来，这啥？啊？这个唔知啥物嘢物件？哦，我个头家问一下，看这是啥物件，冇看过。那么最有名就是五仔肉。什么肉？五仔。骨拉吧，骨拉吧，哦，你那是骨拉吧，哦，你较大块啦。那个是生酸那个脸的骨。啊，脸的骨啊。对啊，或者看那像个猪头。不是头的骨啊，你买头的骨，你煮出来没有肉哦。哦，是这样啊。哎，那东西外面你买不到，因为一只猪只有两块而已。哦，一只猪只有两块。对，所以他都他留给我们，我们是大卖，他不是给我们。啊，你是因为卖的比较多，所以他留给你们就对了。对，一天卖真的很多。哎呀，你这间叫名呢？哎呀。我们熬这个汤，汤头很好喝。哎，老板，你是从哪里来的？我国外来的。对啊，叫过来的吗？对啊，越南吗？你那个音是有点越南音调啊。不然你要对对对。正常啊，保留好啊。我现在不靠你们越南人来，我看我台湾都没得吃了。因为都是你们在做啊。对呀、啊。对呀、啊。是啊。
高山第二市场在日本时代是日本人所起的西酒。西酒在汉字写作是斋场，跟咱讲就是殡仪馆的意思。然后有一道是利用最最学校教书的空间。1955年才改做是市场。在智慧堂大的旁边就是东区的殡仪馆。东区是1933年10月10日落成，建地114坪，内底会当收纳500人。讲什么殡仪馆啊？什么的啊？咁啊？对吧？也对啊。啊？对啊。不是，我说你讲的对。哦。阮在准备要拆掉，伊讲2017年登录高雄市历史建筑，但是周围的居民认为这个建筑乌乌臭臭，希望会当赶紧拆除或者是改迁走。市政府的文化局有出面解说，这一定有规划修复、搁再利用的工程咯。啊，搁另外一间嘛是市场内底的另外一间智慧堂。哎啊，这间生意几多好呢？看起来这两间咧卖物件差不多。这间叫做吴家，有50年的历史了。也在第二市场吗？对，这边也是在第二市场哦。对啊，因为我那一间比较早开啊。哦，你比他们早开吗？后来他那一间才跟我们学的，哦，然后他才到那边去。后来呢，第二市场被封起来了，不让开，然后就搬到这边来，搬这边6年了呢。几年了？摆这边几年？六年了。六年了。好，爱食对一间，家己选。